明辛苦了。嘿，你从哪里冒出来啊？还没吃哦，我知道你爱吃什么，跟我来。烧肉粽、卤白菜、三层肉、笋笋等等等。阿姨，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啊。有啦，有必要啦。啊，你工作那么忙哦，身边要有人照顾你才可以啦。我要人照顾，我请个佣人就好了。啊，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不是说你是佣人啊。我愿意啦。你去以前哦，我当你们佣人啦，帮你洗衣、煮饭、拖地啦。这叫做买一送一的。阿姨，我累了，雨贤也累了，感情一旦累了，走下去就会有困难。没啦，我跟你叔叔那么多年也没有累过啊，日子还是过得很有滋味啊。我看伊哦，就亲像这小肉粽同款呐，外表漂亮，内在扎实。啊，你叔叔看哦，就像那三层肉同款呐。日子很无聊啊，像吃白饭一样，一定要被三层肉吓到一样。叔叔跟阿姨真的很幸福，但是我们雨贤今天剪过头，就成他一样，又黑又苦，除了丢掉，真的不能吃。你真的要忘记我们家雨贤了？应该买啦，拜托啦，阿姨拜托你了，阿姨。你再说下去，这桌菜就浪费掉了。会害你吃不下哦。好啦，阿姨不念，阿姨不念，阿你坐下，阿姨要看你吃最后的晚餐。坐，你坐，吃。阿姨，也不至于最后的晚餐啊，我还可以当你干儿子啊。我才不要认什么儿子嘞。你不管小红把黄家弄得乱七八糟，还让他们两姐妹有离家出走呢，以上还把那两姐妹接到你这里来住，也借住一个晚上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以前就大发慈悲照顾他们啊。嘿，以前哦，都管太多了。武大爷去世后，可能以前比较关心他们吧。对啊，啊你也了解啊。我没有很了解啊。不想去了解。哎呦，啊，说来说去讲啥拢听无。恁这块少年人有够歹处理的，自己不想清楚，然后不听人家的话、啊。没有啦，阿姨没有在说你，你不要生气啦。应该啊，再给雨贤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一次，一次，一次。帮你带来宵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谢谢啊。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啊。过来，帮你擦药。你要找什么？我的柜子里面怎么会有药箱啊？我放的啊。我想说，你最近都在研发新鞋子，难免会受伤，所以我就预先准备好了。怎么样？还痛吗？好多了。这不是做鞋的时候受伤的。我知道，我看得出来。你不问我怎么受伤？你不是都说没事了吗？所以我就不问了。现在我学会关心一个人，不是一昧的只付出，而是要问对方要的是什么。怎么了？不相信啊？没错，以前我什么事情都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是因为我认为每一件事情都一定会有答案，一定要问清楚。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妈为什么突然走了？没有答案，
家里为什么突然冒出个小风，也没有答案。现在我所能做的，只有好好关心我所在乎的人。多问是没有用的。看来你也慢慢在改变了。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嘛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这两天气喘发作吗？谁告诉你的？小曼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吗？那当然了、啊，你不在，我也只能靠自己了。谢谢你带来的小叶。上一季的报表，公司亏了很多钱。我猜是那些国际大品牌进驻，还有夜市、大卖场、小假竞争，上下夹杀我们正业市场。这么严重啊？那爸怎么说？爸最近的心根本不在公司。爸自从找到了外面儿子，就开心的要命，整天带着小风四处转，好像有了儿子就什么都不用管了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找个时间，好好跟爸聊一聊。小心泼他冷水，吃力不讨好。嗯。真的不回家睡啊？不了。那想回家洗澡就随时回来。我都会去三温暖洗了。也好，那里可以疏解压力。你阿边啊？哦，你啊。你在看啊？就去刚亲子鉴定的收据啊。哦。哎，啊，不是讲报告今仔就要出来？哦。啊，你就紧敲一个电话去问看麦啊。是吗？我想查一下亲子鉴定的结果。01000052。好，谢谢。哎喂，哎，啊？哦，哦，好，你等一下。喂，哎，我是啊，99%，啊，安尼好，哦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哎，阿金小妹，你来吃饭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讲。走啊，酒给停了。阿金小曼，我甲小峰啊去做迄个亲子鉴定啊，结果已经出来啊，证明小峰啊确实是我的后生，是恁两个人的弟弟，安尼应该放心嘛吼。
小王，跟你两个姐姐。好。大姐、二姐，我进门。既然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再质疑就显得小鼻子小眼睛了。恭喜你啊，弟弟。从即马开始呢，大家拢是兄弟姊妹，爱较团结的，知无？我还阁有一件代志要宣布。该不会又从哪里冒出个私生女吧？又被观察了。我是要把你妈妈的股份转给恁小弟啦。这个小凤不就有30%的股份吗？爸，这样不公平。我跟姐都是只有10%，为什么小凤有30%啊？而且现在总经理的位置是天宝在接，再怎么样，妈的股份也有天宝的一份啊。你那遐尔爱计较啦，林伯晓，我有安排啦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天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知啊，所以我唔再回去做总经理，安尼阁无满足啊。可是，算啦，就安尼决定啦。小凤哦是大部分人啊，加一寡嘛是应该啊。恁两个人啊，奖惩拍。冒够恁吃一世人啊！安尼阁无满足。好啦，啊恁两个做姐姐，我甲恁弟弟孝敬一下。弟弟，我敬你。谢谢大姐，谢谢二姐。怎么都不吃？我已经吃饱了。买给你汉堡吃几口嘛。不要。那薯条呢？不要啊。饮料至少喝一口嘛，来。你再说我都要吐了啦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从今天一大早到现在，就一直给我脸色看。小峰，他真的是我爸亲生的。验出来了。昨天晚上吃大餐，就是为了庆祝这件事情。那报告里除了证明他跟你爸有血缘关系以外，还有说什么吗？还需要说什么啊？是啊。就是一些关于小峰的其他特征啊。什么特征？谁想要知道他有什么特征啊？他们就只想印证血缘关系。你知道吗？小峰现在已经是我们家除了我爸之外最有权势的人了。我爸说要给他30%公司的股份，我跟姐就只有10%哎。很快的，这个家什么都要听他的啊。你爸真的太狠心了。我一点都不觉得小峰像我弟，他好像是我们家仇人，连我们家卧底一样。他想要什么，爸就给他什么，什么好处都给了他。你告诉我，儿子跟女儿真的差这么多吗？走。去哪里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找苏小峰啊！他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啊！他现在是我爸跟前的红人小王子哎。他才不是什么王子嘞！你还是不要跟他起冲突好了，万一我爸又讨厌你，扣你分，以后我们两个就更难走下去了。你干什么啊？不是啊，我只是很想要告诉你，我是真的很爱你。我知道啊，而且我们会一直好下去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可是，在我家公司门口叫，万一给其他人看到了又闲言闲语，
啦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啦，别为我生那么大气好吗？看你脸都皱在一起了，不要想了，先送我回去好吗？怎么啦？走。终于想到我了，哦，看来是要来教训我的。苏小峰，我慎重的警告你，你要怎么阻止我管不着，但是我发誓我会保护小曼。只要让我发现你做出对小曼不利的事情，我也会抖出你的秘密。你就不怕我跟小曼说我们发生过关系吗？我会说你造谣。但身体的特征编得出来吗？苏小峰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啊？如果你知道我小时候被多少人欺负，你就不会骂我不要脸。你小时候受的苦，也不应该成为你现在去伤害别人的理由啊！所以别人伤害我就是应该的吗？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嘛。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改变不了，就像我跟你的关系。怎么可以这么恶心啊你！你觉得我很恶心，是因为你爱黄小曼。你觉得我所做的事情都有可能伤害到她，但对我而言，最恶心的是他们那一家。他们这样子对我妈不恶心吗？他们让我有这样的童年不恶心吗？你站在这里指着我，你不恶心吗？你就不能用爱包容这一切？就不能试着去原谅他们吗？可以啊，你叫他们爱我，你来爱我。苏小峰，真的没有办法爱你。那你还指望我爱你？我的秘密你最好永远藏在心里，免得黄小曼一旦失去了妈妈，失去了。顾一晨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用功啊，看看学长都要做笔记。你也来啦，脸怎么啦？不小心撞到了。该不会是跟人家打架吧？还是做什么坏事惹到谁啦？别提了，是个很长的故事。对了，什么时候发结婚喜帖？不发了，催了。他还是不相信你。你怎么知道他不相信我？他去找过你，所以这个……对不起。他来找我也是应该的，他早该来找我出气了。他不娶我也是应该的，我总是把他晾在一旁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好不容易选择放手，你们却分手了，还是我帮你去跟他谈？你们为什么要求他来娶我啊？我就不想嫁嘛。我现在是真的不想谈感情。你不觉得今年来看学长的人变少了吗？是啊，国外的买家也不来台湾订鞋了。电销展场数量越有限，那些 gay 阿弟哦，一看到这些买方都抓着不放，差点没下跪求订单呢。我真的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也想下大订单啊，我们公司最近的业绩一直在下滑，我还打算分掉两家店。真的？其实这个月我们家也开始亏损，景气不好。我们家单价又高，唉，
生意真的不好做哎。我怕啊，只会越来越不乐观。你想想，以前的师傅大家抢得这么凶，现在的师傅两天捕鱼三天晒网，我都不敢想象有多少师傅必须改行，还是像三姐一样抛下妻子跟孩子出国去赚钱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害怕台湾鞋业大势已去。你就这么悲观啊？我可不这么觉得，台湾人总是要穿鞋吧。台湾人现在穿的鞋不是意大利制就是中国制，所以我们台湾制的人是越来越少。有时候我真的不佩服那些意大利的品牌，他们进口到台湾的鞋占不到进口货的1%，但他们的销售额却占了我们销售总额的12%，这个投资报酬率是相当高的。其实我们台湾的手工鞋也不会输给他们啊。他们就是重视设计跟行销，所以才会很强。台湾啊，就是代工做久了，没有自己的品牌跟特色。其实我一直有个理想，我不打价格战，但是我想帮正义重新定位。我也一样哎，我想把我们家的将军鞋吧打造成名牌手工鞋店。你还真有台湾人勤劳敢拼的精神吗？你也一样啊，我们都有梦想，那我们来比赛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就来帮台湾的鞋业创造一个新的历史。所以正义跟将军重新出发，上场作战。我相信乌云有一天会散，我相信云开啊，怎么有空过来？坐坐坐。阿哈，阿哈，今天来泡咖啡啦吼。于贤啊，去看鞋展了，他说想要了解一下市场，他比我还投入呢。看来取消婚约一点都不影响他的心情。他不是那种会哭会闹的人，但不表示他就不难过啊。我了解他，改变不了的事实他是不会强求的。改变不了的事实是指他还没放下天宝宝。其实我不应该说的，感觉好像很没有风度。你所想的就真的是事实了吗？如果他真是那种三心两意的人，那你跟他分手又有什么好不甘心的呢？云开啊，哎，云开哦，哎呦，阿姨好想你哦，你想通了哦，我你家在啦，丁旺的日子还没有到，哎呦，哎呦啦，哎呦，没过没过嘛。阿姨，这次我要出国一段时间，想要来买双鞋子。还需要买吗？自己去挑，喜欢了就带走，多挑几双都没问题。也好啦，等你穿习惯我们家的鞋哦，想跑都跑不掉。帮你选啦，帮你介绍。云开啊，你当大老板了，就要穿这种有派头的绅士鞋。嘿啦，啊，帮你换。哎，坐坐坐，不是要这种吗？好，哎，你把就背开紧的啦。这一双哦，是我们这里最棒的呢，料最好了，阿公最细了，这个一针一线哦，都你叔叔手工缝出来的呢。我知道这双一定很棒，但我这次出国要去好几个国家，想要挑一双好走、穿得舒服的鞋。啊，好走，安尼你去买运动鞋就好啊。运动鞋不能搭西装啊。哎，叔叔，你之前不是研发过一种叫碰碰鞋的，穿起来很舒服，但是它是皮鞋，还有做吗？啊，卖讲上鞋啊，讲侪上鞋哦，起毛歹。
饭店的生意哦，一个月比一个月搁较歹。啊，我是觉得啦，我们的手工鞋哦，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在买，那他们买了一次就不会再买了。爸，我们要不要重新研发弹力鞋啊？这样子或许很多年轻人想买哎。是啦，啊，现在材料哦比以前搁较好啊，我嘛是要做一双新的弹力鞋，啊，不过金妈妈反对到底啦，迄碰碰鞋哦，都亲像扫臭器同款，见摆若出现，咱都出代志。为什么？怎么会啊？怎么不会？你当初就细汉，你唔知啦。说给我听啊。免讲啦，无迄心情。爸第一次研发这种鞋的时候啊，你才刚出生嘞，那是一双童鞋。爸是用脚踏车的内胎做成气球放在鞋跟里，小孩穿起来就蹦蹦跳跳的啊，所以叫做蹦蹦鞋喽。时间在何时，才会当来找到你的春天？谁人会当来代替家己爱你家己？蹦蹦鞋听起来很可爱。是很可爱啊，但不知道是谁嫉妒我把它弄破了。够像，阿龙明才给妈妈啦。后来啊，我们就搬到对门的破床了。你倒出来，你去过个瓦岗口，你再。为何呢？然后啊，应该是我考大学那一年吧。德国客户啊，向阿木订弹力鞋，阿木就找爸一起研发喽。这阿木不是有自己的工厂吗？为什么要找爸？阿木更相信爸的技术，结果他们在鞋底装了弹簧。弹簧？哎，小心！哎，你惊地？哦，我。小心。你研究鞋啊，就是安尼，那拢感觉袂忝哦。虽然哦。我唔是做生意的料啦，啊，不过叫我做鞋做几工，我拢袂感觉忝啦。也是想不到，你很酷哎，结果有成功吗？香啊！爸，我可以拿去试穿吗？好啊。好啊。以前的代志讲了，就要创啥？收起来。干嘛收啊？这很好穿哎！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哦，爸爸继续研发弹力鞋啊。我等你的双手双脚了。啊，听到好的，无听到歹。迄当阵哦，德国人下大订单呐。咱无法度做遐侪，就不让别人做了。怎么知道他们贪心呐、啊？偷工减料，害咱去予德国人骂，还赔钱呢，差一点要破产呢。会记袂？迄当阵啊，咱食饭配韭菜啊。为着哦，这碰碰鞋哦，就是会甲咱带衰了。我无。但偷工减料是人家的错啊，又不是爸的错。他应该要继续研发的。妈，要打响我们的鞋店名号，一定要有明星商品啦。啊，我们的明星商品就是这个弹力鞋啊。啊，这双看起来是有点老气啊，但是我可以帮你设计一款新的，来吸引年轻人，好不好？妈，你装没听见也没有用啦，少数服从多数啊，我们这里三票，你一票，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。塞尔柱啊，你知道什么是民主啊？民主就是吼，你是民，我是主啦。我是金主啦，连续剧我有在看，我今嘛武则天，我除夕胎哦，我讲啥就啥，我讲不准不准不准，哪不通通砍除。
经要关一点嘛，再来跟我讲这件代志哦，啊？爸，这一份报告已经放在你桌上好一阵子了。而且亏损是在天宝上任以前就有的事了，是你自己一直都把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。恁哦，都敢那知影把代志拢提给我。爸，先关掉两家店面，停止亏损，整顿内部，重新建立品牌，这才是目前最务实的做法。而且已经有一家大陆台商公司跟我们接触，想要顶我们的分店，出的价钱也还不错。有没有公司？一家公司叫三两三。啊？什么碗糕啦？有这种怪名？是一间经营了袂歹的公司啊，爸，假使你也是同意，我就去谈。你即卖意思是讲，把正义的扛棒拆落来，换作三两三，那咱消费者会安怎想呢？佫叫就讲咱正义要倒啊？袂通袂通啦，咱哦，就算讲夭死，嘛袂用个卖店啦。另外佫想别的办法。罢工遐无用，关店不是唯一的办法。我们会亏损，就是因为流行性不够。不对，我觉得是跟台湾市场大转型有关系。市场再怎么转型，关键还是流行性啊。我们正义的款式就是偏保守，显得老气。爸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也有一个想法。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《麻雀变凤凰》。鞋子跟电影扯得上什么关系啊？爸，你快去听，这部片子啊票房很好，女主角还因此爆红。你看她穿的这双靴子，可以强调女性的腿部线条。我们就搭个便车，推出一系列的过膝长靴。睡。算算时间，现在下单也要明年夏天才能出货。谁夏天要穿这种靴子啊？像张疹子吗？哎，起码加点哦，拢已经无代志做啦，对不？叫人挂件，咱寒天的时阵推出。交给我，我连行销一起做。看到不？做生意哦，都爱亲像小凤安尼啊，啊，底就是赢嘛。看袂到哦，都要关店，迄要怎用个？可以吗？很好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年轻的副总哎。将来你会说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年轻的董事长。真的吗？副总，你看起来真的好帅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笑一点，来多笑一点来。然后男生，我们的笑容再收一下一点，嘴巴不要嘟哦。哎，那个女生，嘴巴张大一点，张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对，笑开，笑开，自然一点。出气啦！哎，钟经理啊，你敢知我腰摆？你讲啥物哦？伊是来当处长的，哎呦，这种话也讲会出来啦。啊，无要紧，啥物无要紧？哎，钟经理啊，你无烦恼哦，我是替你做烦恼，你知影无？阿伯，哎，哦，无啦，阮无啦，只做啦。好啦好啦，就安尼啦，哦。好，一笔个小白困。感是你的伤心，拢无人看见，无看见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亲像天顶流星，也够有遗憾留伫心内，不愿离开，将目屎袋乎你。牡丹啊，希望你会当保庇，予阮做出一双新的弹力鞋，予这个市场搁振作起来。你唔通放弃，因为我所有的爱拢予你，你唔通怀疑，你唔通流开，人生。
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去。这些鞋垫的材质哦，我都一一请教过我们的教授，他们说哦，这个的弹性是最好的，承载的重量啊再重都不会变形哦。跟我想的同款啦，我看哦，嘛是这种材料上实在啊。啊，即马有你的教授挂保证，我都较放心啊。啊，你图画好啊未？我看卖。我是画了很多双啊，但是不知道你会喜欢哪个。这双袂歹啊，有绑鞋带吼，较实在啦。我也是觉得这双不错哎，爸，你看哪里要修改的？我现在就来动手。没啦。啊？都叫你设计哦，去做啊。啊？你确定？嗯。前任你不是这样哎，前任你就会跟我说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，一点都不觉得我的设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做也好。作为一世人啊，总算看出台湾的问题。咱的鞋啊，都是无好的设计，才让遐外国鞋啊拍到迷迷冒冒。啊，阮这的师傅是会晓做鞋啦。啊，不过要哪让这鞋啊变较水，才靠恁这乌龟人啊。爸，但我们做设计的，你会担心说，即使我们画出来了，不一定做得出来。啊，即使做出来了，搞不好也不好穿啊。你若知影要烦恼这个问题哦，只想遐做希望啊。雨辰，你说爸不一样了，我倒觉得你也不一样嘞。哪有啊？我只是开始意识到脚踏实地的重要。我可不想像苏小峰那样，想要一步登天，好高骛远了，总有一天会让他摔下来。咱先卖管小峰的代志啦，雨辰啊，你有影响的吼，咱哪做哪调整啦，好。嗯，欸、姐，你那边弄得如何啊？哇，我想把它定位成一种休闲鞋。什么是休闲鞋啊？爸，我跟你说，你看现在劳工意识抬头，很多人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工作，都很注重休闲活动了。加上啊，现在台币大涨到26块，很多人都趁这个时候出国旅行啊。所以我在想啊，我们要制作一双能够走遍天下的休闲鞋。假如到时候第一双做好以后，就送给云哥，让他穿出国。而且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要学什么国外的周休二日吗？所以到时候啊，星期六、星期天一定看得到很多人去游山玩水。那个时候的休闲鞋啊，一定是必需品，不是流行品。那你有想过要帮这双鞋取什么名吗？有哎，我啊想要取名为羚羊。你看羚羊跑起来这么轻盈，就好像在飞一样，正好准要。嗯。